站起来了，兄弟，他这个是……东西被剥出来。不太对，不太对，什么不太对？他死定了。他能开那蹦蹦走出来，算我输了。彪啊！怎么是我报的头部新台？是你报的呀？哎呀，为什么是我报，不是你报的？因为你准呐、啊，剧本呐、啊。是我最高的荣耀啊！养了个废物还能吃鸡，哇！啊啊！说，再打老子一枪试试啊！他把他队友补掉了，我靠，素质那么猛的吗？别打了，走了，跑足了，山上还有一个 SKS。走了，这个我都不补了。我操！我看有个人补我的扔那个打倒的人，我心里很难过。结果他补掉之后，我套人头了。我突然之间默默的脑海中飘过了一句话：能够制裁蓝大嘴的只有战车。战车即将到站，请您点击关注，带上期待，卸下不快。我是学师傅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欢迎下次乘坐。